刘诗诗和吴奇隆2015年结婚之后育有一子，一家三口十分甜蜜。然而近年来两人频传婚变，虽然两人早就出面驳斥谣言，但近期又被传出婚变。不过刘诗诗懒理谣言，近日她主演的新剧《一念关山》播出完结，在宣传期间，刘诗诗不停受到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好评。近日一名工作人员又曝光刘诗诗私下暖举，工作人员透露刘诗诗帮全剧组买了上百件羽绒外套，还送了食物鲜花饼以及小的绿植盆栽给大家，希望为所有工作人员带来好心情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吸引大批粉丝狂赞，诗诗永远那么暖心，好想给诗诗打工，剧组还招人吗？好羡慕啊。Bye.